据台湾媒体报道，小 S 近来首度带着三名宝贝女儿一起为时尚杂志 Vogue 拍摄封面照，拍摄现场爆笑不断。更有趣的是，当工作人员将焦点放在爱女们身上时，她还会忍不住吃醋，跳出来争宠。嘿，主角在这里。画面中，小 S 穿着绑带洋装，露出白皙香肩及性感锁骨，和女儿们一起顶着相同造型短发，在镜头前各自摆出专业 pose 以及逗趣表情。引人注意的是，不像两位姐姐一样俏皮吐舌，徐老三和妈妈一样对着镜头摆出认真表情，顶着一双红唇，整个人散发出非凡的名模气息，让人一瞬间看不出她年仅5岁，被赞完美遗传老妈的巨星基因。小 S 与三女儿一系列侧拍画面曝光后，引来不少网友大赞，这发型太适合您母女四了，女儿们气质出众。其中徐老三更是众人关注的一大亮点，令粉丝惊呼，徐老三眼神好有灵魂，徐老三表情很厉害，嘴唇好性感，徐老三也太适合这个发型了，意外引发不少讨论。